就是你知道心景，就是看起来外形就超可爱，要来做这个动作的话，感觉有一点好，搞不好他做准备好了。哇！哇！很好哎，对，最后一个了。反正今天是你的考验了。对啊，使出大绝了，最后一个了。你没有 pose 了吗？啊，没有的话就不利平生。要性感，性感女生嘴唇性感是很重要的。哦，嘴唇的部分，就是一个 moment 而已。Lips。差不多这样的感觉，强调嘴唇的部分。Lady， 好，现在是身边啊，要来进行。Lady Go。哇！哦 ，Sexy， 不错哎，还蛮可爱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四个做的都还蛮成功的，反而好像是想整我一样。其实我们这一段就是在整 Apple， 没错，对。但他们真的很可爱，而且随时这种做什么动作，他们都可以做得来，很大方又可爱。哎，谢谢。对，好了，经过了这一段的访问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东京女子流他们的可爱，没错，难怪他们会受到欢迎，因为虽然年纪很小，但是呢，在舞蹈、音乐上面都有他们的实力，而且个性非常好，又自然又可爱。是啊，先前他们推出的最新单曲《Never Never》呢，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为观众谋福利，让他们表演给大家看啊。对，除了刚才有表演之外，接下来各位再度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演出。耶！
是难不倒他们。今天难得来到我爱偶像，接下来就要进行中文歌的挑战喽。团员分成两队，并且选择要 Apple 还是小杰担任猜题人。团员两个人轮流戴耳机唱出听到的中文歌给主持人猜，每组有两分钟的时间，猜对越多题的就获胜，输的队伍就要接受变装的处罚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东京女子流来玩一个猜中文歌的游戏，已经分好两队了，没错，对，而且他们也都选好要来帮忙猜歌的人，没错。首先这一队呢，要选的就是 Apple， 对，我和牙生还有彤，我们三个是一队，对，那另外呢就是这三位啦，没错，跟山边还有友梨，对，但是呢，如果猜输的那一队是有处罚的，没错，如果今天比赛输了的话呢，赢的队伍可以选择头饰的部分，然后装饰在输的那队身上，哦，对，他可以挑选，然后输的。不能含扣任何事情，是我已经选了一个最安全的戴在我的，所以呢，待会不能选我这个，没错，这个看起来没有杀伤力啊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今天的比赛，所以他们是一人一分钟听歌，一个成员有一分钟，对，只要我猜，好，加油，对喽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，准备开始，就。我听出来了，真的，很简单的这一题，哈，猜不出来吗？我很简单的，下一首，他刚刚有唱出一个 hook， 我听不出来，九，我没办法，东西，答对了。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呢，绝对不是他们的问题，绝对是 Apple 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刚刚唱的时候，我都听出来是什么歌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我没听懂。你刚刚有听到什么歌？刚刚有一首歌是不解释亲吻嘛？哎呦，真的耶！对，萧亚轩的歌。你耳朵好强哦。那第一首呢？第一首你有听出来吗？第一首我没有在听啊。第一首是那个自由发挥的歌。Let's go battle battle 是那首歌吗？哦，天哪，太难了。好，来接下来咯，准备好。开始了 ，OK， Go， 会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好简单哦，你白痴吗？唱得很好哎，你有没有听音乐啊？还猜不出来？下一首，下一首，下一首。下一首，下一首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浪费时间，我被浪费时间。